也可以打通。好了，给大家介绍现在最新的一个东西，叫苹果仓。这个是从中国大陆引进的，一瓶要120,000。然后呢，其实现在盖一个房子，一瓶也不止120,000。所以呢，可以用很多功能。什么功能呢？什么功能？它里面可以隔成一房一厅啊，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营业用。营业用。你要开个咖啡厅。或者做个小生意，只要有空地就可以。对，只要有空地，农地都可以。然后你看后面那个呢？太空舱，就是太空舱。太空舱又不一样。对，刚刚才引进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刚引进。那这个苹果舱可以一楼、二楼叠在一起，而且也可以好多形式哦。对对，好玩。前后串联、并联、打通，长见识了。一进去就是像饭店一样。就是中间是卫浴，那左右两边就是主卧跟亲子房。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吧？你看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？只要有一块地就可以了，對對對，主卧就可以入住了，有没有？客厅。对。浴室。对。好新派哦。哎，这好好玩耶。有没有？有。是不是很简单？很简单，有很简单，然后这边也很好玩，你看这边对面这边也是，这更新派，这也是想做一个像是一个展示中心啊，对对，对不对？像我们有两组嘛，一个在眉山嘛，对，然后一个在眉山，眉山哎，对对对，他们都是自己的地啦，然后有的是建地，有的是农地，那他买回去干嘛？他住啊，像夫妻，当家，当家，像屏东啊，哎，屏东，刚刚另外开车的那个，哦、有一个对，他那儿，他屏东有没有？他们夫妻两个要退休，对，然后他们前面要他老婆就是在卖水果的，所以他们就是要买两座到三座，当住家哦。像他们第一座当店面就是像这样子，在前面卖水果，然后可以在上面再搭一层。对，然后第二座、哦、还可以建二楼。对，第二座还是要在二楼。它有农地，不用盖房子，只要买苹果仓就好了。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到几楼？一二楼。一二楼。啊，最大可以几个并在一起？哦，你看要连在一起都可以。没有没有，我如果想要坪数大，我可以这两个并在一起打通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就变成那个火车。可是它却不用拿到建实照的那些相关规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不用，它就是。因为它货柜屋的概念，我问你，它会比货柜屋强在哪里？哦，它第一，它的隔热，就不一样了。好，然后货柜屋都是铁皮，以及它的空间的变化就不一样了。那可是货柜屋基本上比较便宜啊，对不对？它铁皮，你人住进来不好。哦，可用的就受限了。对对对。这两年货柜屋应该也不太便宜，因为之前疫情有很多要进货柜，所以是啊，有一段时间是。不好买货柜，而且你货柜你的冷气怎么吹都吹不了、啊。我们这边还有一间是什么？啊？这还有一间是什么？有很多种不同的浴室哦，所以都可以隔一个浴室啦。对，我这个浴室是标准配备哦，污水排放都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哇，它很大哎、欸，这浴室都没有问题。哇，它浴室很大、欸，而且一瓶的单价是含这个哦，就120,000，对，对不对？这个对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是。